里面装的砂锅肉啊，保证把你们黑黑的表情笑出来吧。我不知道砂锅肉是什么，我吃过砂锅粉，吃过砂锅饭，我还没有吃过砂锅肉呢。啊，好香好香啊，这一个个跟土豆球一样的。为什么这样子啦？怎么变成一整块了？我就买这么一点砂锅肉，他给了我这么大一包的叉子，我这个要用到什么时候才用得完？挑一个好看的红色吧。哦，这个要怎么吃啊？这么大一块啊！嗯，这是什么奇葩零食？我以为它是辣味，是辣椒一样那种，怎么咬起来又跟锅巴一样的？不过还是可以的，这个味道挺不错的。嗯，啊，嗯，吃肉嘛，大口吃肉嘛，啊啊啊啊！哇，这这个都不能说话，一说话这个酱油都喷出来了。嗯，还一两盒送给我闺蜜吃一点点。好了，又是开心的一天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